支持埋啊！咁咧，我諗我都係算啦。咁就專心啲做下演員，尤其是就淨係拍喜劇啊方面。咁啊，因為咧就正所謂多方面嘅嘗試同埋多線嘅發展都係留俾後生仔。金寶大哥懶嘢同我哋有一個新新聞，因為佢在乎幫我先改名多啲。首先一定肯定嘅，四紅